那我们再次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再次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打开启示录来思想明白你对人类永恒的计划，特别历世历代的预言都要在启示录来应验，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你是信实的主，你怎样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使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明白天上的奥秘。愿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运行，帮助我们，赐福所有参加的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同盟主的恩惠，我们如此祷告感谢仰望祈求，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好，再次欢迎同学们参加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启示录的课程。我想我们已经很熟悉这句话，启示录不是一本难懂的书，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有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来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在上个礼拜开始讲到天上的事情，我们看见约翰被提到天上，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他既然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从现在开始，从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在讲到关于以后的事情。那么约翰在天上他看见什么呢？我们记得我们跟他算过了，他在天上至少看到九样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物体。那首先他看到是天上的宝座，那第二他看到坐宝座的神，那第三他看到24位长老，第四他听见有闪电有雷轰的声音，他也看到这些闪电。那我们也知道，他看到七灯或者是七个灵，那么还有水晶玻璃海。第七他看到满体都是前后都是眼睛的四活物。第八他看到气印这个书卷。那第九他看到被杀的羔羊。那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他看到天上的宝座，那么看到宝座安置在天上。我们也知道他又看到这个坐宝座的神，那么我们也知道他用了这一个各种形容的方式，又好像比喻红宝石，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来形容他所看见的。那这就是他用来描述上帝形象的那些比喻，红宝石，红或者绿宝石。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解释了，那因此我们可以说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位坐宝座的神，他是统管跟审判万有的神，他是全然公义以圣洁的神，他也是满有恩典跟信实的神。所以你就知道在天上这位神那是伟大无比，我们所敬拜的。那我们接着下去要看到的就是他提到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那其上坐着24位长老，那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是他看到的第三件事情或者人物，那就是宝座周围的24位长老。那每一次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这24位长老他们到底是谁？那圣经没有给我们他们的名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那我们怎么知道，或者我们要怎样的去了解他们到底是谁呢？那首先我们要很肯定的是呢，他们不是属于天使类别的，也就是他们不是神所造的灵界的活物，那么他很明显的是人类，所以因此我们先肯定他不是天使。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能够肯定呢？首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数目不同，你看提到活物的时候有4个活物，提到天使有什么？提到长老有几位？有24位。但是提到天使的时候呢，他提到千万的天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天上有千千万万上帝所造的天使，所以数目上已经不一样了。另外我们知道他不是天使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身份很不同。
我们知道圣经用活物来讲四个活物，上帝所造的灵界的活物。那长老这个身份，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特别在教会里面都有长老的职分，因此他们身份不同。那天使，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他们的职分是天使，有千万的天使。那当然职分的不同还包括了这些长老都有祭司的职分，他们负起祭司的职分。那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这里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你如果读和合本，一定常常有一个混乱，就是二十四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这个香的金炉，到底四活物有没有拿了？那和合本的圣经你就不清楚了，因为他说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那似乎四活物也有拿着这个琴，还有盛满的香跟这个金炉。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言文的帮助。那也就是这个长老呢，拿着这个拿的动词呢，他跟这个长老都是属于阳性的。你知道读在读这个文法里面有 masculine， 是阳性的，而那个活物却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盘的呢，就只有这二十四位长老，所以那四活物没有拿。那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但是可能你会说，牧师，我们又不读原文啊，我们怎么会分辨出来？那没有关系，现在上帝很恩待我们，我们有很多翻译本，那买几本好的另外的翻译本，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其中一个叫做新汉语译本，那新汉语译本怎么翻译？他说他既拿了书卷，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羊羔的面前，这些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盘，这些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你多读一两个版本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你可以不用靠原文，你就多读几个译本，就可以找到精确的答案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们肩负祭司的职分，因为他们拿着香，那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也就是他们表达他们对上帝的这个献上这个祷告。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说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那些唱新歌的呢，也只是二十四位长老们。那等一下我们会了解那这些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重要。那第一，另外我们看见这二十四位长老肯定他们不是天使类，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位置不同，四个活物是在宝座的前面，二十四位长老就坐在上帝宝座的周围，那么而天使却围绕着二十四位长老的周围来坐着。所以既然位置不同，我们不能够说二十四位长老是天使，四活物是灵界的活物，天使也是灵界的活物，但二十四位长老肯定的他们是人。所以因此我们就问了，如果他们不是天使类，那他们会是谁呢？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那从圣经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他们到底是谁，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他是新旧约圣徒的代表；第二个可能，他完全是教会圣徒的代表。那先看第一个可能，那就是新旧约圣徒的代表。那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旧约以色列有十二个先祖，那就是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而新约教会有十二个使徒，那是教会的先锋，所以他们组成了二十四个长老。那这个讲法有没有根据呢？也是有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我们知道，那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里面呢门上面就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同时城墙又有十个根基，根基上又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你看，
圣经里面提到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支派，还有十二个使徒，所以因此他是可以说二十四个长老是新旧约的圣徒。还有这二十四个长老呢，在众圣徒就是还没有复活得赏赐以前呢，所以神仙选立他们来代表历代属上帝的人来敬拜他，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就是纯粹是教会圣徒的代表，这二十四个长老都是新约教会的圣徒，没有旧约的圣徒，他们代表着全教会的圣徒参与天上的敬拜，因为这是关系到教会，这个是教会被提，在教会被提之后在天上的敬拜。所以有没有理由呢？也有理由。那几个理由，第一，长老们都身穿白衣，得胜者也是穿白衣的。在整个的启示录里面，我们研究七个教会的时候，他说得胜的神就给他们什么穿白衣，所以这些长老穿白衣代表他们是得胜的。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七个教会那些得胜，他们要做宝座，所以信徒也应许要与主一同什么做王，所以二十四位长老做什么？做宝座。那我知道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很谦卑，所以我们把二十四位长老的座位呢用座位，但其实他原本的意思是宝座，他们也坐宝座，他们也坐在王的位置上面，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这是神应许信徒一同做王。那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我们很清楚地读到，神应许得胜的教会的信徒赐他们白衣戴冠冕坐宝座，所以这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得胜的教会的。同时我们也读到这二十四位长老说到他们都是蒙主的宝血所救赎的，那二十四位长老是羔羊的血所买赎的。那我们可以从下列的经文看到，启示录五章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这是长老们唱的，配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那有些人就说了，这个是指这些长老说他们，但是长老有没有在其中呢？那么其实有很多的古卷，这个他们也写成我们，所以这样二十四位长老也是被买赎的，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是新约的圣徒。那第四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说过了，第四第五章是大灾难前的意象，也就是二十四位长老可以是代表当时候信徒被提到空中，到上帝的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信靠耶稣得胜的圣徒呢将来都可以围绕在上帝的宝座前，所以也是有可能是指新约的圣徒。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论他是新约或是新旧约的圣徒，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是属于什么神的，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信靠耶稣都被列在其中。所以你认为二十四位长老是新旧约的圣徒可以，你认为他们是纯粹新约的圣徒也没有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上去那么如果你找到答案却没有列在其中的话，那是很可惜的。我们研究天上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讲天上的事情，我们有一天我们信心的眼睛要带我们看见这一幕，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看到这一幕。那么接着下来就听到第四样事情，就是关于闪电跟雷轰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当约翰在天上看到那个宝座，那同时有什么？有闪电，有雷轰的声音。那他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说，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那从宝座中发出来。所以可以 那一幕的景象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很雄壮的很雄伟的一个情况出现了。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你想约翰会想起什么？当你熟悉圣经的人你会想起什么？你会想起其实这是当年西乃山的景况。
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说什么？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有闪电和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就是说那一天神降临到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个雄壮的 场面这样就出现了在西乃山上。我们研究圣经知道西乃山是一个不容易靠近的，是不能靠近的，因为神就降临在那座山的上面。那我们记得多年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重新再提到西乃山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所以那个雷轰、闪电、密云都要告诉我们，神是极其威严，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因此连摩西说在当年他也感到什么恐惧战兢。那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很有趣的就是百姓都怕，他们都不愿意靠近，所以他们叫摩西去，他们就说摩西你去就好了，意思说你死你死吧，我们都不要死。那你可以看到那种威严，神的威严。当然闪电跟雷轰声就代表了这位祭邪，这位公义的上帝，他是神圣威严大能跟审判者，所以令人震惊害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当启示录描述这一幕的时候，就是要表达神是圣洁、是威严、是全能、是审判的。从他的宝座中有这些闪电。弟兄姐妹，那你想，我们如果到上面去，会怕吗？对于不信主的人，宝座前就是一个雷电交加、令人惧怕之处，因为神是公义威严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已经蒙救赎，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当你了解上帝的威严、神圣无可比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白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讲的，耶稣是体现人的大祭司。所以圣经怎么应许我们？我们读一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随时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宝座中的闪电对我们来讲是神的威严，但没有加增我们任何的恐惧跟害怕，因为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我们得着救赎。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坦然无惧，不要怕，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他的恩惠，来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看约翰看见的是讲到这个威严。那第五样约翰看见的就是七个灯的火，就是七个灵。那我们看到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那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这么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面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这个 七个灯。我第四第六节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那个气灯，那个气跟灵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着圣灵上帝，那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所以你看见，你看到圣父坐在宝座上，你看到圣灵在用七个火来代表他是在宝座的前面。
所以圣父跟圣灵我们看到了，所以这是约翰所看的。那么在宝座的前面就表示圣灵在宝座的周围与父神一同帮助圣徒得力量过得胜的生活，同时他也参与对世界的审判。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加我们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约翰看到的这一个七个灯七个灵就是圣灵。那我们紧接下来的第六就看到他说在宝座前有什么水晶的玻璃海。如果你看圣经，他说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它到底是什么？到底这个玻璃海是什么？你在想象中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有些人就想它可能就是海，不过呢它不会动的，因为它是水晶的。但到底它是什么？那我们这样子的理解，那水晶跟玻璃它肯定是什么？很透明很清澈的，它是玻璃， 它是透明的，它是水晶，它是清澈的。那么现在海呢，那你就不能够按一般的海来理解这个海了。所以这个主要的因描述在宝座前有个如海一般的广阔的场地，很广阔的，在神的这个宝座前很广阔的，它不是在一个厅堂里面那么小，很广阔的宇宙 无边无际的玻璃海，所以表示广阔的场地。当我们讲人山人海，跟海有关吗？没有关系，对不对？海是代表哇，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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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这个人很海量，跟海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表示他很什么？很凶，很心胸，很阔达等等。所以因此这个海是指场地的 开拓。那我们就想在整个圣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描述呢？我们如果再回去出埃及记，我们就找到类似的描述了。其实这个宝座前的玻璃海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类似的形容。在那个时候玻璃海是在上帝的什么脚下的。那你看，你看出埃及记24章第9到第10节，我们读一读。摩西、亚伦、拿大、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那我们过去读，我们很少注意以色列的神的脚下有什么平铺的蓝宝石，还有如天色的明净。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水晶玻璃海。那不但如此，你在看到以西结的意象里面，以西结书也描述这有穹苍在人的头上，穹苍就是指这个天在人的头上。然后在他的意象里面他看见什么呢？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他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什么蓝宝石。所以人往穹苍看上去的时候，那个蓝宝石这个意象里面，那么这个不是蓝天，不是蓝天，这个是在蓝天再上去再上去。当保罗被提到三重天，当约翰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玻璃海。所以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玻璃海，所以因此表示上帝在一切之上。所以这个玻璃海将上帝跟地上隔开了，这个蓝宝石所代表的就是上帝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是那么尊贵而且超然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天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宝座前，其实我们就将站在玻璃海的前面，我们就站在玻璃海上面来仰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因此这个是约翰所看到的第六样。第七样约翰看到的是满眼的四个活物。那满眼的四活物，天上的东西跟地上不一样，那这是感谢上帝的。如果你到天上去看的跟新加坡一样啊，那就不用去了啊，在这里都一样了。那天上就是不一样，四活物这样的东西，
地上看不到。这个四活物是就是天上灵界很奇特的。那这个四活物到底是什么？满身都是眼睛的。所以在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那四活物，我们先首先知道它是最靠近宝座的了，它们可以围绕甚至穿越着宝座，算是最接近上帝的灵界的受造物。那不但如此，这个四活物的样式很特别，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他们样子也很特别的，是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人的脸，但是活物是狮子的脸、牛犊的脸，脸面像人，那是第四个像飞鹰。那到底他们在表达什么？也就是这四个活物的样貌在表达什么？那他犹太有一个拉比叫做阿巴户，这个人在主后300年这样的解释，他说鹰是禽鸟之首，那会飞的以鹰为首，对吗？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鹰是最有锐眼的，从很远的地方它可以看到它的猎物。牛是家畜之首，是最强壮的啊。那么狮子是百兽之首，最威猛的，而人是神造之首，最智慧的。在神所造的人的当中，人超越一切，是最智慧的。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阿巴户是说，这四个活物所代表的就是一切受造之物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跟服侍，也就代表说四个活物代表一切的创造物在敬拜上帝。那有时候你读一些的解经书，很巧的他会告诉你，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也有这四个形象，特别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用这四个形象突出来。马太所突出的就是王，那就是狮子；马可所突出的就是仆人，那就是牛犊；这个路加所突出的是耶稣基督是人，所以是人的脸面。约翰福音讲耶稣是神，就好像飞鹰。所以有人说这四个活物哪是表示是基督，是这个是代表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四个活物敬拜上帝，这四个活物在俯伏敬拜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神。耶稣基督是第二个神，圣灵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我们只能够是说，靠近神的一定有神的什么性情，靠近火的一定会火热，靠近冰块的一定会冰冷。你靠近什么你就有什么样的性情，你靠近神的这些四个活物，它有神的性情，但它不是指基督讲的。所以四个活物它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看到它还会飞，它有六个翅膀能飞翔，它的还有身体满了眼睛。但凡是圣经说出现眼睛的，都表示它什么？能洞察万事，表示这些活物它知道，它很清楚万事，它能够了解，它看得到。那个会飞的是个活物。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使叫做基路伯。那基路伯呢，在以西结书10章14节这么形容，基路伯各有四个脸。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什么是基路伯的脸？我猜大概就是狮子的脸啊，或者是那个牛犊的脸。那么因为牛犊还没有出现。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是狮子的脸，第四个是鹰的脸。那我们问，四活物是不是基路伯呢？当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不是。四个活物有六个翅膀，基路伯有四个翅膀。四活物是在上帝宝座的四围，
基路伯在以西结的意象，他们是抬着什么神的宝座，四活物各有一个脸面，四个活物各不同，一人一个脸，一个活物一个脸。基路伯是各有四个不同的脸面，一个基路伯有四个脸，前后左右四个脸，所以有不一样。所以四活物不是基路伯，而且四活物身体瞒着眼睛，基路伯不详细，没有讲述。但是从翅膀来看，但是从脸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四活物是四活物，它不是基路伯。那除了基路伯这个天使之外，旧约圣经还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天使，叫什么？叫什么？撒拉弗啊，撒拉芬。撒拉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的时候出现。圣经说，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行。那撒拉弗跟基路伯同，跟这个四活同样有什么六个翅膀？那他是不是撒拉弗呢？我们再做一个比较。首先，他们有六个翅膀，他们都在神的宝座的四围或者神的宝座前。但是这里提到一个脸面，身体瞒了眼睛；另外一个是有脸面有身体，但是其他的有没有眼睛不详。但是他们都同样敬拜说：“圣哉，圣哉，圣哉。”有这个可能，四活物其实就是撒拉弗，但可能在基路伯、撒拉弗还有一个什么四活物。我们说过了，到天上去，你要惊讶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奇妙，上帝的创意，上帝不是那么单调的，我们今天以为天上会跟地上一样，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似乎到底是什么？那简单的说，他是天使，不过他是特别的天使，他是在上帝宝座前的天使。不但如此，他是昼夜敬拜的天使，还有他是最亲近神的天使，这就是四活物。所以你看到当四活物带领敬拜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每一次这个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呢，那些长老就怎样？长老就跟随了，一起读。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四个活物带领着天上所有的人的敬拜。那敬拜在天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第四、第五章也会继续的看到这个敬拜不断的出现了。那我们都知道第四章衔接下去就是第五章，其实圣经本来没有分章的，所以约翰继续的看，他继续的看下去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五章，羔羊跟器印。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第四跟第五章是有一点点差别的，第四章是赞美天父，第五章是赞美基督。第四章让我们认识神是统管万有，审判全地权柄威严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第五章是已经得胜的羔羊，还有配展开的书卷，它有两个不同的重点。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约翰在天上看到的第八样的东西，那就是什么？神右手的书卷。那这个书卷是很重要的，因为接着下来就是关于书卷里面所要记载的事情。那么这右手中的书卷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它里外写着字；第二个特点，它用七个印封连着；第三个特点，
有个天使就问了一个问题，谁配打开？也就是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打开的。好了，这个气印封严的呢，按照罗马的律法，重要的文件会要求有七个见证人盖印来封住，所以这是一封重要的什么文件。我们很想问的就是，这书卷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有三个可能性，三个可能性都同时存在。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是一个审判的指令。我们从以西结书二章九到十节看出来，以西结曾经神给他一个书卷，他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有叹息，有悲痛的话。如果你熟悉以西结，接着下去神就对以西结说，你把这个书卷吃下去，然后向百姓宣讲，宣讲什么？审判的信息。神就按照这一个书卷所讲的来审判当时候背叛的以色列民。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的约翰在天上的这个书卷里面是审判的指令，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后打开了有什么气印，然后有什么气号，然后有气碗，这些都是审判的，所以它是一个审判的指令。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明白的。第二呢，它是关于人类末世的预言，因为所有将来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书卷出来的。所以特别来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也就是关于人类历史怎么结束，人类的前途，那都在这书卷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的命运跟历史的预言，所以因此它是一本预言，关于人类的前途，神永世的计划的。那么第三个可能，这本是人类产业的地契。那么因为在古代，地契呢是内里面写外面写的，你读耶利米书，他曾经买地，但神在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书卷也是两份，他要守住的，要封住的，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地契。那我们记得这个地的管理权本来交给谁的？亚当的。那这个首先的亚当负责整个大地的管理权，最后他怎样？他失去了，他犯罪，后来谁要把这个地契拿回来？末后的亚当。所以你可以读在诗篇第二篇第七第八节，论到这位弥赛亚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下面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换句话说，将来人类这个地整个地的归属权要重新归到什么？羔羊的手上，归到末后亚当的手上。所以这个书卷有这三个特色，这三个可能都存在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书卷有一点的了解了。现在我们再谈一个的，就是这个书卷是封住的，那气印书卷是怎么封印的呢？那一种说法是封在同一个地方，一般上你都这么理解，但我知道你读圣经，你也不是打瞌睡读的，你也不是读了不想的，你也在想，这样的封住的话，打开个印能够看到东西吗？看不到东西。你知道的，有时候你要偷看人家的信的时候，你哪来，对不对？你打开一点点，怎么看得到？所以如果这个印是这样封住的话，你打开第一个印所看的很少，到底它的印是怎么封的呢？所以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它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打印的，
它是在不同的地方打印的，也就是当它书卷卷起来的时候，它的封印不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书卷卷，它不是就卷到哪里就先连一个印，再向前卷再连第二个印，就这样的把七个印就连上去。那这样的话，你打开一个印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很多了。所以你一打开的时候，所以一揭开印之后，便会看见什么？便会看见一些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印打开什么？一只白马出来。在打开第二个印的时候，就有什么黑马出来。所以这是形容的。当它里面在写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我们今天把它变得很生动，但是以前都是文字，讲的时候就是一样东西发生，一样东西发生，所以就这样的，这是关于这个印。现在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谁配展开，谁配展开。那从灵界的活物，天使跟一切被造之物都没有资格展开。那么我们等一下才讲谁配展开。好，暂停。